各派炮轰的小所在，原因是迫使的这个风俗，养成伊对细汉的认真兼职个性。结婚了后，生十个啊囡仔，六个查甫，四个查某，查某囡仔。为着要让这个囡仔穿少食饱，准备读册的费用，这个做妈妈就透早到市场去打粉来饲猪。明暗时，伊就用稻草来变迄个草皮啊、草布、草布啊来卖予生意人，安尼来补贴家庭费用。做这妈妈确实真辛苦。听说这囡仔大汉了后，伊拢总到台北来读书，来做食头路。妈妈迄阵仔才搬到板桥来住，方便来照顾这囡仔。无外久，这都是妈妈真欢喜，伊真欢喜来带这孙。伊常常甲咱讲：“这孙这福，有时实在是真无闲。”啊，阮就想要从这囡仔接倒转来厝内，互伊较清闲。都是妈妈反正受气安尼讲，是怎样？听我老，不要带囡仔是无，不要带囡仔是无，不要带孙仔是无。妈妈一生在认真上，虽然今天总是真慷慨，伊将恁抓着一枝一枝。设计的一条特别特色的这个腰带，就是这腰带裤头的所在开一个拉链，名叫大风车，提出提议，都等到母亲的家、母亲的家，大家来欢迎，把这都七七八八、叠叠啊，金风排金铁操。通我讲是满汉全席，我想今天妈妈伊最上好的这拿手菜，就是炒米粉、甲卤鱼卡，搁香搁香，绝对是袂输迄个餐馆迄个东坡菜。连伫外国遐个。囝查某囝常常会伫电话中来娱乐讲，阿母，我真爱食伊个卤鱼虾，甲炒米粉。妈妈伊个这个性真乐观，佫真爱交朋友。伫板桥个厝里个时，常常有四枝花尾妈妈来到。这个主人来开讲，有时也难免带来一挂烦恼的代志，譬如讲大家任务袂合，还是讲囡仔的教育正正无听话的问题。那妈妈听了，听完真耐心来听因的苦情了，常常拢会用圣经的话来给因撒劝勉，来给因撒勉励，讲真多祝福的话来做一个人。来做主因，所以妈妈的人缘才是特别好。伊生活信仰的生活顶面，伊真爱到拜堂去做礼拜去修主日，伊也真关心教会软弱的兄弟姊妹，常常替祈祷，搁再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伊，伊才是真听教会。也真听教会牧者，真热心来奉献。伊有一颗真单纯的信心甲听心，对头到尾来挖苦上帝，来挖苦主，实在是一个听上帝、听人的好妈妈。有人讲，世间的老母是天父派来的地面上的代表，我也深深安同感。老母疼子的心，像上帝疼世间人同款。
阮的老母的世界只有家庭甲教会。对少年甲老，拢毋捌出国出门，出国去佚佗。真侪摆，阮甲老母安尼讲，讲老母，带你到美国去找青年啊，佚佗好无？啊，先带到美国去观光，游美国，安尼好。阮的老母常常安尼回答，我坐飞轮机头壳会讲。会去出门无方便，伊就是安尼个，逐项代志拢为遮囝儿、囝媳妇来设想的妈妈，一个无想要予遮个囝、查某囝加添麻烦的妈妈，伊一生就是讲做做来付出。总是无要重视，无爱重视。现在安尼个想起来，就感觉讲，这个妈妈的伟大。其实妈妈真是真漂亮，在囝囝儿，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囝，查某囝，伫今年头青年甲离婚。今后对国外倒转来看伊，哦，伊个感觉就真安稳，感觉非常的欢喜。对安尼起，咱发现妈妈的心思想现实真满足，真喜乐，伊款的笑容。一直到二月十六日夜晚时，伊感觉有点异感。啊，伫客厅啊，甲你阿瑶啊，同伊讲话了，伊就平平安安、安安静静离开这个世间，倒去到天地一道。这个妈妈，实际予咱真孝顺的妈妈。遮我咪讲再见，多谢妈妈一生无怨无悔的付出。我们咱以后伫天顶个家会当做相会，就像在年会，下面2012年3月份。